我们现在318的多少公里数了不知道，一会儿再看你看到再说。我们下一站利川81公里。看了吗，国道就是这样，突然之间很安静很安静的，一会儿呼呼很多车，哎呀，前面有这个路碑，你看1609318，我们到恩施，你要到恩施的话呢，你就能看到1600了，是吧？嗯，1609。上面是个湖吧，现在海拔589，
哦，又看到这标志了，望山雪路。1610，一个大车吧。一听就是大车。看大车爬坡多费劲。我们踏着大车的足迹，所以说走山路你每天走不了多少呀。前面还是坡，退一步吧。先到这儿。